哎呀，哎呦，怎么都这么晚了？大家还在睡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都去哪儿了？该不会是撇下我先上班去了吧？这两个家伙真没有义气，也不知道叫醒我后一起去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这是，真是疯了。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反正人喝多了都会那样。哎呀，今天吃什么好呢？林代表，咱们喝点清爽的牡蛎汤怎么样？酒到醒酒吧。好啊，就这么定。盛君，就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叫我姐就行，别林代表林代表的。哎呀，那样怎么行啊？昨天你也见识过了吧？虽然是我姐，可要是让那疯女人看到，还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呢。我们老江家怎么就出了个这么神经病的人啊？我都没脸见那个李教授了。慧琳，昨天没什么事吧？还有那个江老师，哎呀，真是奇怪了，他今天这个人的喜好。许主任啊，你有时间吗？啊，明老师，快请进，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吃午饭的话，跟我一起去尝尝烤河鳗鱼怎么样？前面啊，新开了一家鳗鱼店，那儿的鳗鱼，哎呀，新鲜的活蹦乱跳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我的胃有点不舒服，找我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？哈哈，也不算什么大事，就是吧，这次毕业展览会，准备委员会和其他杂事都很多，我想着，要不咱们还是像以前一样，由我亲自进行怎么样？还是，经常辛苦的人，继续辛苦辛苦比较好啊。毕业展是为了纪念学生毕业的展览，妈的，又不是讲师们拼成绩的创造一零一。还有啊，别弄什么横幅、出版物之类没用的，鬼知道那些钱都给谁了，经费又不是什么海市蜃楼，转眼就消失不见了，还不如把孩子们的作品好好的拍下来，让他们以后能当做个人作品简历，或者请毕业生和企业之间进行交流之类的。教授们的电脑也得换，都要用实验室里的，让他们也体验一下，光是存个数据就要花上10到15分钟的痛苦，才会知道学生们有多不容易。喂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不是老大吗？系里的老大。哈哈，还有张老板那边一直跟学校合作，这次啊，整个展览的图录和出版物都交给他们的公司做怎么样？林老师，这次的毕业纪念展，我们换个新模式怎么样？啊？这样下去，如果惹到部长，